老三的丧事办得如何了？按照皇上的吩咐，一切遵照国丧送行啊。跪！拜！愿景王来世还可以做横戈跃马的大将军，古尽幽魂。 宋江郡王陵出征，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为他伤怀。起火了！起火了！梅林，火都火了！哎，快走！哎，梅林，走！ 天神托梦王上，左神十日昆仑降生西燕皇族，今有二皇子岳楚，六皇子岳秦，至贤至勇，恳求天神明示正位少君，佑我西燕千秋。 六皇子就是日昆仑转世，去你们的天命！老子不服！我乃西燕二皇子，谁敢动我？六皇子岳秦，天神之护，继位西燕少君。皇上圣明，臣受少君。 万安堂，本宫竟不知，这何时见了这万安堂？这万安堂乃太子殿下为一人所建，里面供奉了神佛，就为护一人周全。原来自你初次征战，太子便为你祈福，这些年从未见到。殿下的真心，我相信。殿下很好，是我还没有做好决断。 秦二娘娘，说你娶妻了，嗯，我听王大娘说了，她家遭了难，这恐怕娘子也……我家娘子好得很，我此生也只要她一个人。其实我已经成亲了。我听王大娘说过，你家男人死了。谁说我死了？大舅哥，谁是你大舅哥？我是他男人。他们是夫妻。 脸上有东西啊？什么？这！哎，错！你还笑？哎，错！你过来！你别跑！地上都是泥！站住！别追我了！这样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就好了。每个站在权力巅峰之人，有谁不渴望长生不老？ 长生，便不会有壮志未酬的遗憾，更不会有夏虫与冰的妄念。纵使沧海翻覆桑田，情深不困缘浅，何其美哉！美丽，我的少君妃，等我回来。